你会咬我的衣服吗？会吗？他说不会。我只有白兔，但我没法撸他。不会。看看，学习一下。喂，听见没有？这位朋友，学习一下。我就说，他已经决定说了。辣了。辣儿。我在吃草，肯定不理我。哎，你会咬我的衣服吗？不会吗？看他就不会。我说，我觉得我好厉害，我可以用一只手就拖着他，推着滑板，找到新的玩具。我把你放下了，拜拜。啊！他咬我手，他真的咬我手，他啃了一下我的手，这手。这不是猫才会干的啊！夜莺远低吗？什么？小朋友，不可以咬啊！